尊厨亦得购，厨具购物网，汇集世界知名品牌，你要的厨具精品都在尊厨亦得购。这是力博全球首创的 Biofresh 不锈钢酒柜冰箱，一台双门对开的冰箱却拥有五个温区，所以说这实在是很特别。我们可以看到外形还是以不锈钢的机门为主，酒柜部分呢，我们会发现是以很漂亮的玻璃门，很容易的清楚看到我们里面所储放的酒。我们先看一下冷藏室，一样是直冷式的设计，如同其他的机型一样，我们有高级的强化玻璃的箱门置物架，每一个都可以做一个调整。那冰箱冷藏室里面也是一样，隔层架也是强化玻璃的，然后也是多弹性的调整的层架，所以说可以依照你的食物餐具大小调整不同的空间。再来这边是可以放一些酒瓶或饮料，因为它设计的波浪形让你在厨房那个罐装饮料或玻璃瓶装饮料的时候会更方便。再来这里就是力博的 Biofresh 专利养生科技，也就是Biofresh 的温度是维持在零度到零下负两度中间，除了让你的食物保鲜以外，还可以让你的食物拉长保鲜期限。同样的控制面板，我们还是采液晶控制面板，实际都可以看到冰箱的温度。当你冰箱开门过久的时候，冰箱会提出哔哔警告声来提示你，我们只要再按一下就可以消音了。冷藏室的功能一样是延续的，有急速冰温，还有假日模式。如果你有长期度假的话，冰箱会维持在最省电能源的状态下，运转，所以说不会很耗电。再来介绍我们的双温酒柜，大家都可以看到是采 LED 照明，它的优点就是，使用寿命长，而且不易发热。然后亮度就是很柔和，那采用的也是滑滚式的榉木的九层架，甚至它还有很弹性的，可以把酒柜的层架给放下来，或者不需要的时候，我们就是还可以把它当作一般的厨房酒瓶的层架。那双重的温控可以适合您，比如说储放红酒或者储放白酒，可以独立设置一个温度。再来是冷冻室，一样是采抽屉式的设计，维持的有制冰系统，所以说冰块是直接掉落在抽屉里面，拿取会更容易。透明的抽屉也有另外一个优点，就是可以让你很容易清楚你这个冷冻抽屉里面放的食物。这就是力博的酒柜双门冰箱，一个拥有五个温度的独特的冷却冰箱。Centos西班牙顶级厨具。